有了。好，这是翁金珠翁委员办公室的画作。我自己的画作。是翁委员亲自画在瓷砖上面的。好，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有翁委员的签名。好，这是一块瓷砖，这边还有一块方红画。方红画。这是番红花，嗯，好，所以这个移动要慢慢的移。这是先画在还没有烧的瓷砖上面，然后再上颜色，然后再。